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在星期四宣布，由星期五起，来自中国大陆、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出发之前无需要提供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。路透社报道，中国在去年底宣布放宽防疫措施之后，全球多个国家包括加拿大从1月起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示病毒检测阴性证明。加拿大卫生部在声明指出，数据显示当地的新冠疫情已经缓和，所以决定撤销相关的规定。